稣要离开，主被釘十架之前，对他们所说的话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应当相信神，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，我为你们预备地方。当主耶稣升天后，五旬节圣灵降临，众门徒不再害怕，他们改变了世界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应当相信神，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，我为你们预备地方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应当相信神，在我父家有许多住处，我为你们预备地方。